Sally 会问你1299有帮，佢好似每次上嚟都有人问你有帮。第二季好多人好多人留意有帮，可唔可以敲位收集？我哋都明嘅，因为过去十年嚟讲，友邦都好强势，大家就系谂紧，喂呢啲股份好优质，其实系嘅，友邦嗰个整体质素上面 OK。但系要明白翻就系讲紧未来呢一两三年啦，我谂内地个保险业啦就唔会一片亮丽嘅，友邦只不过系比一啲其他嘅内险股相对地好啲嘅啫，所以你摆一段好长嘅时间，友邦唔系唔得嘅，但系我觉得至多都系同恒指同步咯。咁所以如果你冇货噶，试下80蚊呢啲位置上车。要擺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先上翻90蚊樓上，甚至100蚊呢啲水平。份業績上面啦，業績之後就點解做翻好啲？純粹真係回購股份嘅啫。但係你諗下，公司都係分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回購股份，唔會因為回購股份或者呢啲市況啦，唔係因為資金流幫你推升翻個股份上去。友邦要實實在在見到疫情過去啦，跟住復甦概念。但係問題就係復甦概念上面有好多嘢俾友邦抵炒，所以我哋啱啱講分散投資裏邊啦，我哋唔會諗呢只股份嘅。但係如果你純粹以一隻股份嘅角度去評論上面啦。我覺得友邦你可以博佢嚟緊未來都行一個類似頭肩底嘅形態嘅底部，就係近期70蚊嗰啲水平，個右肩咪就係接近80蚊呢啲位置嘅試下收集咯。